听读练习。一个年轻人问一位成功的商人，你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？商人回答，来自精确的判断力。那判断力从哪里来？商人回答，来自经验的积累。那你的经验又从哪里来？商人真诚地回答，来自无数错误的判断。没有错误的铺垫，谁也无法攀上成功的巅峰。一个年轻人问一位成功的商人，你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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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人回答，来自精确的判断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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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判断力从哪里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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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人回答，来自经验的积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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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的经验又从哪里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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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人真诚地回答，来自无数错误的判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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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错误的铺垫，谁也无法攀上成功的巅峰。
没有错误的铺垫，谁也无法攀上成功的巅峰。没有错误的铺垫，谁也无法攀上成功的巅峰。没有错误的铺垫，谁也无法攀上成功的巅峰。一个年轻人问一位成功的商人，你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？商人回答，来自精确的判断力。那判断力从哪里来？商人回答，来自经验的积累。那你的经验又从哪里来？商人真诚地回答，来自无数错误的判断。没有错误的铺垫，谁也无法攀上成功的巅峰。一个年轻人问一位成功的商人，你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？商人回答，来自精确的判断力。那判断力从哪里来？商人回答，来自经验的积累。那你的经验又从哪里来？商人真诚地回答，来自无数错误的判断。没有错误的铺垫，谁也无法攀上成功的巅峰。